我怎么被带走了？他先保护花城吧。他砍了呗，有人逮着我砍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开开始分手，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其实我是马拉松教练，赛车高手，这个猫飞飞，舞蹈老师，啦啦队队长，拍一个爱心啊。